我们都要讲什么的嘿、hey, 我是 MV 大雄 March Bear。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烧肉君的家，然后他很 gay bye 的整理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一切都看不到了，真的是废物。然后呢今天来看的是这个 LEGO， 然后他说是叫做千年一号的东西，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啦，反正我认识的只有这一只，就只有他而已，其他都不认识。重点呢就是要来看这个，我来蹭一下影片的，因为我最近少买很多东西，所以呢就由他的东西来蹭影片。这一盒超重，里面已经超多东西了。那我们要直接开吗？开啊！要开了吗？开啊！因为他坚持不入境，所以就由我来代开了。那个，换你点阅率暴增。Open！ 哇！超多！这零件太多了吧？今天不用睡觉了。今天是准备好挑灯夜战的概念。这一本说明书，它这么厚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好了，你加油，我就是在旁边，就是陪你一整夜。好，我已经按开始了。所以，可是你这样子不怕你会刮到本子吗？你怎么不用撕的？欸、对吼，北七哦，再买一本。突然觉得很生气哦。它其实可以分，它、欸、是有诶、欸，它那个这里有，有那个第一包，对、啊，有诶、欸，两块板板加第一包诶、欸，板板。我猜，好，你直接猜啊，两包两块小的巧克力块，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就不讲话，然后你就一直煮，然后我到时候就一直哔哔哔快斩过去这样，我可以帮你煮人，我最厉害就是煮人了，耶、yeah! ！偷走人偶的部分，偷走人偶的部分，等一下我小零件就倒在这个，哦，你要放在里面了，哦，对，等一下，下一包再说，欸、很聪明，嗯，囡仔不讲呢吼，我怪他这种爬下怪，干嘛？不用看了、啊，还没有配到你。不是，我是怕这样子你录的效果不好。不会啦，效果再不好，就是骚扰你来做影片效果就好了。耶、yeah! ，我人组好了 ，people， 不认识的 people。那个是韩索罗，韩索罗 ，people。哎呦，这个怎么长那么呛啊？这个人好呛哦、喔，耶宾暖狗狗，这是什么啊？好奇怪、喔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电影的剧情啊。Oh my god， 不是星战粉。我从来就不是星战粉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来蹭人家的模型，看起来好抢别人。是啊，好爽啊！他拿给我的枪枪，然后他有跟我说，他其实收乐高不缺人哦，所以 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 啊！我都忘了我说这句话。耶，我要带走了。不要这样子，没有人偶的千年鹰哦。无人驾驶机啊！拜托，你们那个星战都已经拿光剑了，无人驾驶什么的小事了。因为他在买那一台那个千年鹰之前，还是先买了这一台，这台超棒，而且是台湾人设计的、啊。这台台湾人设计的，你猜哦、喔？买爆，早知道就买爆。我之前不是就跟你讲了吗？哦，我之前带我家那台来的时候，我不就跟你说这一台是台湾人设计的，他的那个组装变形什么超强的啊！我真的是台湾人，真是搞台湾之光。然后我今天顺便带了我的钢列，就是上一次开箱的钢列来分给他看。他好多奇奇怪怪零件，这应该就是特殊了吧？这个软管，这红我哦，就是煮类的可以喝饮料用的。我想一下，我是不是好哦？等一下可以，这超特殊。等一下可以拍一个特辑，什么特辑？装错的特辑。装错吗？不是，我完全没有在拍你的东西。好哦，好哦。你帮我猜了、哦、啊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猜啊。我想说怎么？我不过就是在旁边一直骚扰你而已，我完全没动啊。看，这是一本教科书。这是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啦。哎呦，你的第十一到195页。谢谢喽。你手机一定会没先没电下去。而且真的是蝙蝠侠比较爽的事情是，蝙蝠侠他的几页里面就有一台小东西跑出来，你这是一整本出来后才会有一台东西跑出来。麦克风啊！不过我这真的是我身边朋友里面第一个买大盒乐高的，这没有大盒吧？这对我而言算很大盒了，这很便宜哦。屁咧！而且我算是低价买的，公杀蛇，我算是低价买，刚才在公生气了。
哦，有一种雏形出来的感觉。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好棒哦！有一块板板了，一模一样哎。嗯，好、啊，浮夸。获得影片不欢迎这种浮夸的事情哦。一模一样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的影片都是主打写实风格，你这么浮夸，我真的不行。一个人组还蛮无聊的，老实说，就没有人在旁边打散。可是一个人组的话，可以看电视啊，可以看个灵异节目什么的、啊。等一下你是怎样鸡翅膀？是不是那两个？给起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台哎、欸。会吗？我觉得很大了、欸。也是、啊。我想等一下应该还会再更大吧？等一下看起来旁边的东西很多呢，应该还会再加大呢。这应该只是核心而已吧？也是啊，它上下左右会再加。对啊，应该还会有很多东西再合上去吧？我错了，大雄我错了，大雄我错了。再加，在那边一直想撩我，我就给你。我没有想撩你，你小心一点，再加下去，你有一天再撩到你死定。我没有撩。我记得你很喜欢 DC， 所以你这次是全收是不是？当然啊，这次就一整套啊。所以你真的是每一只都可以，一定有比较喜欢跟比较不喜欢。啊，你是这一套？因为我这一套不小心就是选了喜欢的，我原本想说去买的时候选了喜欢的选一选，然后发现靠杯，我怎么选完我已经十二只了，差四只就整套了。哦，干脆哦，好，那差四只直接整套买了。干脆带套，对吧、啊？带套、啊，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乐高有的时候比较大盒会送这个，这个非常的好用。如果你装错东西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真的是救命法宝。就假如说你把这一块装上去了之后。然后你装错，所以你很害怕，然后你就要拿这个把它给压着之后，这样掰一下，它就开了，是非常好用的、哦，所以一定不能丢，这超好用。而且多收集几只这个、啊，真的是防范于未来，世界末日的时候你还可以把乐高拆开。哇，到底是世界末日拆开它干嘛？没关系，我常常就是突然会想到要讲什么，讲完以后你其实会在我听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我讲，因为全部剪掉了。好、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自己那边一直煮错，我也是笑笑的啊。我那一直煮错，没关系啊，没有一直。我刚才跟你讲说，哦，那个要接在中间哦。那、啊、你是我要帮你什么？闭嘴吗？不是，我等一下对不起，我太吵。等一下掉烟键的话，你就帮我剪一下好不好？你可以全部撒在地上，帮你剪啊。你是想延长蹲下去的时间吗、嗯？没有，没有这种意思啊。你好像越来越 dirty 了。你饿了、啊？有一点。我晚上只有吃麻辣锅而已。你现在你特别跟我讲什么干货？我晚上只有吃麻辣锅而已、啊。你现在认真在跟我讲话吗？是。你有发现你很不会聊天吗？我今天只有吃麻辣锅而已。你知道你知道你非常不会聊天吗？那个肉片没有。哦，我好饿哦！我今天刚吃麻辣锅。你确定那种话题是成立的吗？就不要再想，就阿巴斯吧。为什么？要想，不如就坐在那边在想要吃菜单上的什么，还是你想自己的？他菜单上看起来都不好吃啊！欸、我讲的会不会被告啊？全台湾那么多间阿巴斯，也是的。我觉得不会是说那个，我们是住在台北。我觉得你讲这才会被那一间告。什么东西？你会被台北的阿巴斯告？对啊，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间的话，你就会被告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，你的脸冲上。奇怪，有这句吗？不小心直接喷出一间真的有台北阿巴粉怎么办？
第三包完成。有人已经想要去吃东西了。先生上菜，上你妹！耶、yeah, ！我们的千年一号终于完成了啊！烧肉君煮了四个小时，那我在旁边混了四个小时，终于把它给弄好了。真的是好多零件，好多东西哦。虽然我根本什么事也没做了，然后我们中间还去吃的东西，大概一个多小时。所以现在的时间呢，好像是五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时间是五点啊。真的是很疯狂的一台，这一台看到大雄的体型，然后再加上这一台的大小，知道它到底有多大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哇！然后呢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它是可以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把它全部打开，然后把它打开以后呢，就是人物就可以在里面就是做一些餐厅啊，或者是控制啊之类的。尤其是这里呢，这个炮台这里打开以后。还能够收纳一个人在里面，收纳完以后呢，再把它塞回去。虽然我不知道是拿来干嘛的，这应该就只有烧肉君会懂。那你反正我只要知道他就是把人关进去，当监牢一样塞进去就对了。他还有另外一个让大雄觉得很惊艳的地方是这里，他这个机头这边呀好大，他还可以这边就是我直接拉吗？还是怎样？他是对。它是这样拔开，它这边有轨道，它居然是用轨道的方式把它插进去了之后，后面还有卡榫，直接把它卡上去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接回去了。这地方还蛮炫炮的，而且它除了打开，因为它打开这边之后，它这边还可以掀开，然后里面还可以关一只酒吧卡进去，宇宙棺材。然后还有这里，这里也有做一个收纳空间，就是可以把它这边哇。拔开，这一只我觉得以它的价格来说，大小真的还不错。只是说，或许它的某些地方不够那么惊艳啊。可是它的重量感跟它的设计感还有完成度，我是觉得非常好的。这一个呢，是虽然还蛮推的啦，虽然大雄根本不知道星站在红色，因为大雄没看。可是不要怕我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毕竟大雄的频道影片全部都是拍实话实说，所以就是不会隐藏什么喜欢或不喜欢，反正就是不懂就不懂，懂就懂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如果喜欢这个东西，然后或者是说你有买就是差不多星战系列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那我就会帮你转达给烧肉君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咪。